要伸个懒腰先系咪啊？而家系6点钟，而呢位先生咧，同我系活喺唔同嘅市区嘅。而家好早，出面已经日出咗啦。我今日试紧一个新嘅房晒，唔讲边个住，但系劲光泽，佢个感觉好似搽紧精华咁样。以前我系唔会用呢啲防晒就噶，但系因为实在太早就好晒，咁跟住我又唔想变嚿炭咧，终于妥协咗啦，仲戴埋帽添啊！有冇狗仔想上天台啊？佢系超中意上天台，我哋解除封印先好冇？呢一个系做完手术嘅 Chopper， 系咪好似变咗另一只狗啊？佢已经自己上咗去。呢一棵系怕丑草嚟噶，佢一淋水就会全部收晒，然后隔篱系 Basil， 跟住下面咧就会系一堆嘅薄荷，生得好茂盛，然后有啲通菜啦，后面系南瓜，好得意啊！佢已经劲大个，呢一棵而家开紧好多花，系手指柠檬，系有好多果实噶，后面呢一度见唔见到啊？仲有呢一个苦瓜 BB， 劲得意啊！佢仲有个再细啲，系啱啱生出嚟。然后呢一度有个生到好大嘅圆茄，咁跟住咧长茄应该下面系有嘅。哎呀，俾虫蛀咗啊！好热啊，整一整成身都系汗啦、啊。嗌爹哋起身食饭。我抢咗佢啦！好啦，咁快啲食啦！系要有人抢先食噶喎，仲食得咁快？我见好耐冇拍小刀 vlog， 谂住今日记录一下，但系唔想成条片都系素颜，咁就化少少妆啦。呢个系日本买嘅开架遮瑕膏，好好用，里面系有两只颜色，我净系用咗三文鱼色嗰边，已经系几大分别。净系搽咗一边遮瑕膏，我已经成身汗，好热啊！即刻精神咗劲多，跟住用 Chantecaille 新嘅 Just Skin， 因为今日唔需要话好重嘅妆感啦，所以呢个系最最最自然嘅，完全咁样推开就好似第二层皮肤咁样，劲薄啦。咁跟住做到均匀肤色啦，有少少提亮啦，又似素颜咧，唔系一个好劲嘅妆感。哇！我成个额头都系汗啊！我用嘅色号咧系 Bliss 啊，呢一个新版碎粉最好玩系呢一下。咁其实咧要拍翻匀佢先嘅。一樣都是很 long lasting， 然後練習一下這個530，它是眼鏡來的，但是可以用來遮淚溝遮眼袋。我還在練習緊，未是最完美，但是大家都會看到那個不一樣。化完妝之後個眼袋位有沒有好過平時？好熱啊，我要開窗這個風扇，搞不定啊，我整个人不停地出汗，现在家里是29度啊，真的要加多把风扇是吧？是啊，就算开着冷气，我们住在天台这个位置真的好热啊。这个风扇呢，我揀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无线的。好无线的，即是插电的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望落去有啲似循环线嗰种，哇，都好大把嘅。系啊，所以佢系坐地噶，应该好啦，而家开咗佢，帮手帮手帮手啊！你落地先，帮手啊！然后里边咧，啊，佢仲有个电池同埋个袋。你有八卦啊？系咪啊？反佢哦，反嘅系啊，聪明仔哦 ，OK。
跟住咧 cut 曬，未 cut 曬，未 cut 過。哦，好啊，你幫我睇下最高。哦，開埋呢一個遙控，開機。咦？你已經有電啦？係喎，等我睇下有幾多檔先。十一、十二啊，佢係十二檔嘅。哦哦。如果以十二檔嚟講，佢都算靜喎。都靜。佢都唔係話好大聲嗰種啦。咁跟住咧，哦，我知咩嚟啦，我知咩嚟啦。佢係三十度咁樣，跟住六十度同埋一百二十度。哦。OK 喎。系咁樣，大啲啊！哦 ，OK。如果坐地嘅話咧，佢就會咁樣做循環線啦。哦，係啊，佢個名字叫做無線接疊多向環迴線。哦，佢而家係兩格電啊。兩格哦。係啊，咁跟住有睡眠模式啦，有自然風模式啦，環保模式啦，而家咁樣涼好多，我哋屋企係好需要一把呢一啲風扇，可以將呢邊嘅風吹向嗰邊，因為個廳太長咧，係成日都喺電視嗰邊完全冇風咧，係好熱好焗咯。同埋呢一個高度啦，可以向上將啲風吹來吹去咧，係爭好遠。冇錯。開箱完畢，好，出去食嘢啦。好。出咩？呢一间系我哋好中意食嘅餐厅，最近经常嗌香茅猪扒捞公仔面，劲好食啊，同埋都好抵。然后佢嘅饭咧都系好好食噶，系街坊价一啲碟头饭嚟嘅，但系做得超级好。今生次次都系嗌南苑鸡翼，然后我咧就系香茅猪扒，佢个捞面咧系。勁好食噶！大家如果嚟到長洲唔知道食咩好嘅話咧，呢一個係我哋超級推介，同埋一定要嗌佢嘅辣椒油，超野味。嗯，好好味。食咗二百次都係覺得佢好食。五分滿分，你俾幾多分？五分啊！我俾佢。冇啦，食曬啦，食完啦，過嚟咪再追啦，好冇？啊？咁樣好方便，我哋可以直接咁樣，都係，唔需要諗嗰個叉電位咧，就將佢裝去邊就裝去邊，可以咁樣對住。我仲以為要放喺風扇先可以叉電，但係原來咧。就咁样插落去，佢已经插紧噶啦。我哋落鸡鸡好冇？又唔好啊？系咪以为佢好恶啊？系咪有狗仔咬妈咪？系咪会咬妈咪？轻轻咧，轻轻咧，唔俾啊？轻轻咧，小心啲，轻轻，轻轻，轻轻咧，轻轻咧。你轻轻咯，系啦。我想讲而家未够三点，已经冲咗两次凉啦。今日我哋又翻翻嚟呢一个位啦，因为今晚咧就想整青酱意粉啊，谂住即刻摘一啲 basil 嘅叶，然后去整酱汁，咁就最新鲜啦。而家咧就睇下边一啲叶系适合去用，咁就剪出嚟。要拣啲大块啦，冇俾虫蛀过啦，然后望落去靓靓仔仔。虽然咧。今次呢一棵嘅 basil 咧，全部都勁靚，出面都有好多超市係買到 basil 葉可以整到青醬嘅，所以唔一定要自己種。嗯，係喎。勁香。自己種嘅。我帶埋個磅上嚟，啱啱好40 gram 應該夠啦。翻到嚟之後就要洗乾淨啲葉，然後再加埋其他材料去打個青醬。整青醬的材料基本上就齊曬啦，有我哋嘅 basil 而家浸住咗，一陣間會整翻乾佢嘅。然後好重要就係松子，呢度我會用半包左右啦。咁跟住係有個 parmesan 嘅芝士，然後咧仲會有啲蒜頭嘅，因為金生中意食蒜咧，我就多蒜啦。仲有呢一個係橄欖油，跟住仲會要少少嘅鹽啦、白醋同埋黑胡椒。Thank you.
搞掂，咁就揈乾曬啲水啦。跟住白鑊看一看啲松子仁，佢會有少少變咗做金黃色嘅。搞掂就可以將所有嘢放落去攪拌機嗰度。好，完成呢一个就系我今日要整意粉嘅青酱啦。呢个鸡肉鱼肉青酱意粉切得啦！上次是用腰果，今次真的用松子仁。上次腰果是很浓厚、很 rich 的一个味咯。同埋上次蒜蓉味重啲啊。今次想做翻 basil 味系重啲。呢一个超好吃啊，好肥啊，好肥啊。好软绵绵咯啲肉。好滑啊，里面啲肉。哇！你睇下，勁 juicy 啊，裡面，好好味啊個魚。最近嘅生活都比較偏向平淡啊，希望冇悶親大家啦。好啦，拜拜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記住試下整啊，多謝。